终于也是回来。一念之梦，无求不尽。伊的目标是我，放过我两命，多吉利开放。现在你当然替我讲过一句好话。伊也想进入西湖国，一公里。就是你进入西湖国，又要杀人吗？我多妖了，无人来吃面条。伊可知人以禽兽之辈？我到你身边，我听见了，不求仁义，何以为人？你生所求又如何达成？将我交予村里去，将我困在冰城多年，就是你口中的仁义吗？这是为着你之罪。无止境的生活，就是你的罪名。当然你不杀人，愿望自能达成，又怎会沦落到被禁冰城？你若不是被囚冰城，如何属你之罪？奉你今日自由之心，冰凌自由天下。红尘之间，不磨速度。你今日之故，人是失之之，不将我杀掉，是恁最大的错误。啊！一念之离，一念魂牵。老六不是你的对手，但西湖国却是不仁，更是天下回头是岸。武村，我今天折磨你，你别恨我吗？哎呀，红袖一扑，该红袖。是你便是天下，诚心求困活困，愿望也许有达成的一天。石头，为何纠结？为可你放你一条生路。什么色彩的空？原来你也爱惜生命。我不求你放过我，只求你以后杀人之时，能想起老六。哭！何因对？我也是同归考验，能否进入西湖国的人？